我跟你讲啊，你看没看小慧来那期的片子？没看呢，你看看。哎呀，我天哪！我就坐沙发上，怎么自己甚至都已你听我说啊，我往后一靠，哎呀，我这大脸呐，那下巴呀，我看了一点，我觉得还行呀。不行，我不要有身材焦不虑是就我，行。完了，我还看我，你不刚才问我为啥今天穿那么隆重吗？啊。我看弹幕有一条评论，说略寻你腰呢。我今天我就哎，真有这种衣服啊？有啊，不是什么这种衣服，不什么这种衣服是，是本哦，那平时隐藏的挺，确实是。哎，你看一眼哪个机位？你看一眼我现在怎么样？是不是像小慧来那期脸那么大？哎，我咋这么近呢？这个啊，你看一眼怎么样？卡不到你的腰啊，现在。啊，那我得把腰卡出来，那就没有没啊，有它脸，动了。哦，它可以，哎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有吗？稍微侧点，稍微侧点，有吗？有有了吧？手。对，有，有没？有了吧？有，你这一天就保持这样，你 这样，我今天一整天我就这样，要跳舞，我今天一整天，我有一次就最有身材压力的时候哈、啊，就是我去国外，还是一个杂志的活动，衣服是杂志提供的，我每一件都穿不上，就是裤子。那时候胖的时候，我每一件都穿不上。后来就是找了一件。那个裤子虽然系不上，但是能拉一半儿，然后上面衣服给盖着，盖你上，就硬穿。我就觉得有点恼羞成怒啊。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我我是也世界上是，最胖的艺人。我有的时候拍那种照片，我就堵，就是你怎么都不好看。不用，我觉得自信的女孩最美，我学也觉得，但但我现在，你就是没有自信建立起来。对，我觉得这玩意儿得慢慢建立。然后接下来每一期节目的腰都这样，也不至于啊。别人就说刘雨欣腰这么细，但腿这么粗，就你永远满足我不了所踹有人。死你！喂，你这腿我已经不在乎网友们也是有的时候比较严格。你看弹幕没？看咱节我目看了，评我论？看都是好的呀。对，感谢大家的是支，吗？感感谢谢大大家家的的支支持，持。感谢感谢，非常感谢。那雪晴给大家跳个舞。啊，对了，樊姐又给我购置了一些新的厨具，冰淇淋机、炸串儿锅。我小时候就特别希望家里有一个冰淇淋机，我还希望家里有个烤肠机。你就洗出摊儿吧。对，就公园那种摊儿，这玩意儿烤肠，这玩意儿冰淇淋嘛，还有炸串，还有烤苞米、呼地瓜。那天天吃还得了吗？那完了，但我老羡慕了，就人就是那种开这种店儿。以前我同学谁家开小卖部，我就老羡慕人家。畅吃。我相当长时间，我哪怕我到去年。我还想开一个超市，就想干超市。我打了啊！我感觉这个过程也很幸福嘛。我太享受这种纯粹、简单、重复的体力劳动的快乐了，就是这种简单的、单一、不太累的这种轻体力劳动，我觉得是很解压的一件事。像洗碗，哦，我也对洗碗对还可吧？以，但有的人很不喜欢洗碗。对，特别解压。有没有反式脂肪呢？这里头。你都已经吃冰淇淋了，你还寻思啥反不反式的了？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现在人多能研究哈。就是把我小时候想要的那些，现在咱家基本上都快实现了：炸串机、冰淇淋、炸串。我的追求其实很吃点简单，便宜喽嗖的。追求极其简单，好幸福啊！我觉得，挺甜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人从小到大啥？都喜欢过家家，就这个冰淇淋机，你不感觉它啊！和咱们小时候玩那种，就假装给人看病那玩意儿异曲同工吗？你有没有小时候特别羡慕过别人的东西？我想想啊，我有，啥呢？比如。我上高中那阵儿啊，好多人都用那个，就是一个那种笔，6块钱一根儿那种笔。我记得当时我们班有个。
女同学，她那个一笔袋悬着那个笔，我当时把我羡慕坏了，真的，我说她怎么有这么多6块钱的笔呀、啊？那敲门来了。家里来钱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刚说完你俩穿的居家，这也不居家，不居家。这有鞋来，我寻思上你家不用脱鞋，我还穿挺高的个跟儿。不是，关键我是白穿了，白穿了。进来吧，进来吧。元宝吧，他是元宝是吗？对对，哎呀，元宝，你跟他越亲近，他就越……哎呀呀呀呀呀！坐吧。朋友，这是给元宝买的礼物。哦，是这小衣服是不是？哦、是啊，我寻思月琴也穿不了这个。我昨天给我家俩狗去洗澡去了，然后说正好，哎，他家小衣服挺好看，我就给买了一身。你觉着他能穿呢？必须的，我这在看多少遍视频，我就看元宝到底多大。其实挺大，他看着比电视大是吧？大。咱先试试。别大，别大，又滑。哎呀哎呀，你是大姑娘是不是？元宝稳重，元宝，元宝稳重。哎呀哎呀，我给他买了个伴儿。这个表情，哎呀妈呀，这是，哎呀，这是啥呀？哎，你们都搁哪整这些玩意儿的呢？哎，你要不说还得是德云社的朋友哈，实在哈。嗯，哎，穿不上，穿不上吧？我有点给他系不上扣。雪琴，你给他系一下子。不是这玩意儿啊，他不在于他老实不老实。其实能系上，有点兴奋呢。啊，能系上啊？哎呀，行行行，系俩得了。我今天你俩来，我穿老隆重了。你看大耳环都戴上了。我前两期人家说李雪琴你没有腰，我今天我就穿一个带腰，但是有腰也不能太刻意。不行，我就是要刻意的展示，我必须得刻意的展示。我这个衣服咋搜的？我想知道。哎呀，我必须得刻意的展示，我是有腰的人。这是啥呀？这个是给他玩的一个垫子，我们家狗就特爱玩这垫子。然后这里边可以藏这些零食。啊、哦哎，这也是藏零食的，这个零食搁在里边，然后它就扒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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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掉下来。你家狗过得真好啊！找地方就搁，随便找，想搁哪搁哪。他整那玩意可艰辛了，他整那玩意。我那个13号下的订单，完正常显示是明天快递到，我今天给快递打了11个电话，要不就到不了了。感谢感谢，元宝乐完了。你这都整的啥呀？俺怎么没敢动啊？这都是孟哥寄来的椰糠砖，这能吃的吗？应该不是吃的。别告诉我是肥吧？你妈呀，这什么呀？盖上。这个不寻思你俩在这挺无聊的吗？我俩不无聊啊，给你俩找点活干，在家种地。这我俩不会。不是你这表情，就是可能买有点多了。我先跟你说一下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它就是一个盆儿，然后上边搁一个，你下边搁水就行，然后把那个球放在上面，然后它就自己就慢慢长出来，长出一个花，这花名叫朱顶红。好养活。啊，它也是一个，有一个谐音嘛，叫注定红。哦。啊，毛血旺。美好的寓意。注定红。这是啥呀？你这劲头像老家刚回来的。山货呀。赶集去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买这些东西吗？想让你们真正体验一下在家里边，因为现在大家也是因为疫情嘛，也都出不去，然后在家里边种点东西，对乐趣还挺多的。为什么？你体验一下自己丰收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你种完之后，你就会感觉真的是对食物的那种，就以后你就不会浪费食物，因为你就知道了粒粒皆辛苦。这个是圣女果。哦，下次行了再来，客人直接揪点然后就做了。正农家乐，这是香菜。香菜行啊，我爱吃香菜。香菜种点香菜啊、嗯，它自己长出来。嘿，你嘴挺壮啊。韭菜行，这能一茬一茬割。对啊，韭菜根儿，但是我不知道它这韭菜根儿好不好。你天天在家种吗？谁天天在家种？我没别的活啊。你家全都有吗？这些？大哥，我家不是这种菜，太简单了，这玩意儿就是给你们初学者试试。
首先是把那花盆先租起来吧。嘿嘿嘿，写了写了花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看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确实，我说实话，元宝穿裙子有点我穿裙子的意思。你还酒席会，竟然感受到了拼乐高的快乐。不对呀，你这个反了。你这指定反了，你这个应该是这样式的，它这个朝里的，它好有卡能卡进去。哦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我们成功一个。但它板儿其实没有那么多呀，现在拼不完整。你说的很带在理，它现在不够数，片儿没了。对，它现在片儿没了。它不是，它应该是一个大的吧？我估计它就没有这个，它是这么连在一起，这俩就不用。哦，你说有道理。刘雪晴，快算，这一共几个边？完了，几个线？一二三，几个板？两个一条的，两个一条的。可以把这俩底儿二连拼一块儿。还有一个事儿呢，是土的事儿。这垃圾桶我使使啊。你使呗。你整啥呢呀？就发点那个营养土。咋发呀？这不往里倒水，这不就发开了吗？倒了。倒了。像揉面一样搁这儿啊？都快挣开了。不是吗？拔不出来了都。这垃圾桶咋这样式儿的？爆炸！它那个东西泡完它发了，它发来。那往往出倒就不行了。我这桶都变形了，你就搁垃圾桶里种去。哎呀，行了，拼半天它该啥样？不是，它底下关键它也不漏那什么眼儿啊？扎两个不就完了吗？你放一块，你这么下着烂呢？你整两块都搁。我寻思它能发出多少？没有寻思发这么大，这越发越多呢，谁知道呢？好尴尬。它是不是还得接点这个，结合点这个土啊？对呀，得那混着来。对，你把那个打开，然后你给它先倒里头。这回应该是不让我。不行，还得灌点水。是不是就直接往里倒？使点劲呗。我掌握不好这口太小了。你是要这些全倒里吗？哎，你别倒太多啊。那多少是多少啊？还有这个呢，你铺一先铺一层，然后再铺一层这个。毛老师，我觉得你最后再扫吧，一会儿又一片。刘雪晴看不了。我看不了这个，我洁癖。我这真没看出来，我不是洁癖，我就是地上有东西有渣，我不行，我只针对这一件事情。有使用比较原始的方式，拿手抠。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要一个人干可能有点寂寞，但你要一群人在一起干这一件事儿，你会觉得挺有乐趣的。我估计一个人也不能买这么些。对，但而且挺有成就感的，我估计最后种出来，我觉得特别有意义，对吧？真的是，你的生活增添一些。自己动手，人嘛不能忘了劳动。我老咱们老在城市里待，接触劳动机会确实不。对，尤其你种下来之后，你回家之后每天都有一份寄托。你看他，哎，真是发不发芽啊？对不对？每天对他看他成长的一个过程。人要时常的接触泥土，你接触一些泥土，你就能感受到跟自然的关联，也是连接。哎，雪琴这话说的非常有道理，我跟你说，是不是哥？那当然了，人骨子里边、血液里边流淌着这个对土地的热爱。耕种的一些，耕种，对，确实是爱种菜。我发现就是长辈都可爱种菜。对，当你岁数大的时候，你也向往田园。按时了，这好像做三明治，一层黑的，一层黄的，一层黑的，一层黄的。对，就是。哎，这味儿还挺香的，是吗？自然的味道，土味儿，叫泥土的芬芳吗？压土这个过程，我觉得特别解压，压特别实吗？那能还能长出来了吗？压实诚点儿。这可以压实点，因为它中间不全都是那个土，它有那个根儿什么的。哇，这过程好好治愈啊！这好像地一样。对，你家多片地。对呀、啊，咱家现在有一平方地。你家现在有地了。抚顺有啥好吃的吗？麻辣拌啊！我觉得抚顺麻辣拌没有我在沈阳吃的抚顺麻辣拌好吃。咋可能？就为啥呢？你去抚顺单专门吃过麻辣拌？对呀、啊，我不是那戏在抚顺吗？你要去抚顺拍戏去啊？你啥时候去抚顺？你回抚顺呢？我得过年回去了。我待到过年前一天，能不能遇上？那肯定能遇上，是不是？我不可能卡。你得上人家里去看看去，都去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
你结婚了吗？没有啊。这怎么回事啊？问人家这事问啥呢？我就问，过年要去我家，完先问我结婚没？他没有能力，着啥急呀？我就这人，我就好你们一会儿再说。我这真是我这张嘴呀，完了他们肯定要剪这一段。你结婚没？哎，那你过年去我家，哎，还倒着剪呢。完事儿，要剪这段。沈阳鸡架是真好吃，土呢？你吃没抠？大哥，你整半天，你搁那忙活啥？没抠出来，那谁想到他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咱我看眼睛，咱也没发现。他搁这唠这半天了，他们几个还纠结在一起呢。哎呀，我这这半天就这一点啊！你借我整两下，你借我整。元宝，元宝，你可真漂亮啊，真漂亮！谁家大胖闺女？我只要比刚才孟哥整的多，是吗？是吗？是不比你整的多？是。刚才太秀你了，那你铁姑娘，铁姑谁都一咱回去铺这个，让他搁这整吧。行。一会儿又要拖这里头了，妈呀，这么好拖吗？那就别拿桶装了。哎，完、啊，你看看你这还是马桶。哎，这实在没招了，咔哧一下给撑开了。别拉着手，别拉着手。我一敲它一下就开了。赔我一个垃圾桶啊！那肯定得赔了，这个这个。他这个垃圾桶是在世界上什么这个拍卖会上拍下来的？满折价给我去，我回去再拍一个。我就把这个垃圾桶还能用，抢救一下，给它洗了。我饿了，孟哥，我中午就没吃饭，我等你晚上。没吃饭呢？嗯。你会种不？我不会，你先种吧。嗯。先种吧，我不着急，我等着。我那意思。又种地又做饭，你说我靠。显得你多能干，你看押韵不？太押韵了。显得你多能干呐，那不就俺们几个就能衬托出你的那个光辉形象吗？那是爱生活。嗯，对呀，你这个袖子不往起撸一撸，我都埋汰了。你咋这么白呢？嗯，咱把这个就搁栽上的，栽上点生泥果，来刨坑种吗？多大一个坑啊？这你看它多大坑，刨深点，搁中间你干啥呀？你码好了，它得是个一二三这儿。啊，行，一共看一共几个？一二三。感觉这个根让我整坏了呢。你轻点的不会啊？你这棵种这是啥意思？你瞎种咋的呢？这棵种这咋的了？这不是挨板的吗？它怎么长那儿去了？凑合不行吗？非得站齐吗？它这都倒了，能行吗？浇水就好了，很顽强。他们都得自己都有大脑。这也是圣女果啊。他们得先长根儿，然后再发叶，然后到时候长个儿太高了，你就拿那小棍儿给它支上点、啊。那你们提前享受田园生活。等咱们到你这个年纪也就开始了。我哪个年纪？到我比你大几岁？这个年纪比你大几岁？都大七岁。妈是吗？我这不觉着。行。我都不觉着我自己有多大。等过几天的时候，你就感受到，稍稍动一点手，然后就能感受到这种快乐的那种快乐。这是香菜，这咋种啊？嗯，要不然在这块种点毛葱，可以呀、啊，就这样就行，就这样搁着就行。它这样就能长了，这么干，就很神奇。植物就是这么的神奇。这是啥呀？最好整大葱、毛葱、鸭。行呗，应该这样行呗，哥。行，再种点韭菜。行，种点香菜。我爱吃香菜。但我没那么爱吃韭菜，种也就吃了、啊。对，种就吃了。我爱吃韭菜。当你种自己种出来的东西，啥都爱吃。你没有不爱吃的，我跟你说。玫瑰花都吃了。这就是生活的味道。这破皮儿怎么就扔这里？你说你天天在家坐着刷手机有啥意思？没意思。但这个还是人多吧，我觉得我一个人不行，但人多我觉得挺有乐趣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一个人我也坐着能捅一天。我干啥都得人多一些。人多打瞎乱，你知道吗？净唠嗑了，不干活。那不就很快乐吗？但是很快乐。
呀，现在黑天了都，赶紧做饭吧，我先洗洗手。关键我手里全是泥呀、啊。你这样，我学跟护士学一下洗手法。对。哦。这样，完了这样，两个手抠手心。哦。完了这样，完了这样。对，这都能洗到。哦。这火这么小呢？你这火就这么小啊？不应该呀，你研究研究呢。明白了，俩开关。料酒呢？料酒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里边有没有那一排？哦，有。菜板子呢？那儿，看你了都。这是菜板子。哎，菜刀呢？菜刀搁这呢。哎，这不是菜刀，这。哎呀，怎么这么慌乱呢？哎，有土豆挠子吗？哎呀妈呀！哎呀，还有土豆挠子，家里没有一个好使的工具。他就刚生活搬到一个家之后，很难有很特别多的就土豆脑子这种东西，想不起来买。他其实每次买都是因为做饭发现缺，一点一点买。那你想，那日子不就这么过吗？一点点添呗。积少成多，聚沙成塔。说明你家里买的任何东西也是和你生活记忆什么都是相关的。对呀、啊，你想起来，你说咱今天要是买土豆脑子了，你再看它，你都能想起来。上顿吃的是孟子的排骨炖土豆。我好几回过年回家，我就说东老家还是冷嘛，我就穿一个特别特别厚的羽绒服，结果一到那儿根本也不怎么在外边走。我一直在跟南方人说东北人怕冷，我也说这事儿，是他们比咱们扛冻。对，我们基本上猫冬就不怎么出门，屋里边基本上就是穿半袖，然后穿个裤衩就行。而且屋里太热，有的时候你去人家做客吧，你就脱的又不能很冒失，就你不能说我就棉裤我就。一个大毛裤，大棉袄，二棉裤，里边羊皮，外边裹的布吗？哪怕零下40度，天再冷，咱也不打怵。哎，你八大树，这就是我说的老马户。哎，你发现了吗？我俩平时都不说东北话的，一进屋是的。你平时不说东北话？其实我也是这样。对啊，当然了，就是大家都碰了你之后啊，就是因为我呗。那没办法了。不好意思了，哎，不过确实是不是说相声就得是北京话呀？也不能说北京话，你得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听懂我们的语言。我的意思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。对，你得基本上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听明白你在说什么，是吧？哎，孟哥啊，是不管比你大还比你小都管你叫孟哥吗？你咋是？怎么了解这事儿的呢？我突然间，这九溪不是比你大吗？但他也管你叫孟哥。因为我入行晚啊。他入门晚。哦，就师，哎，就是啊，就师哥的。哦，那你们真的会叫师哥吗？对，烧饼比我俩都小，那我俩得叫师哥呀。会叫师哥吗？平时？啊，就叫啊，叫饼哥。对。会叫烧饼师哥。那有点太嫩了。烧饼师哥，那贺糖师哥只有。贺糖师哥，你怎么这样？你这个是随性接的，这玩意儿咋接？不是，对，这是花刀吗？挺好，怎么挺好？太逗了。先给我试试。完事，其实这玩意儿这样的更好，掰一下它这个接触面就多。孟哥要不了几半吧这？啊，有个三四半够不？对，差不多。嗯。哇，好香啊！哪跟哪儿啊？就西边哦，是挺香的。你说这一个人会做饭就有魅力。嗯。哎呀！喂，这躲着一下，这一看就会做饭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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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说我都不好意思。头一回做饭有这么多人鼓掌，一会儿颠勺就有压力了都。那，哎呀！整挺好，我谢谢哥。好吃不好吃的，是不是就那意思？好吃嘛，一看都好吃。哎呀，不用想的哦。毛毛太会了，毛毛。土豆可以后放，土豆。那趁这功夫把拉皮儿拌了吧。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这人真是不白叫来的。你又偷吃啥？我又逮着你了！你给我，哎，好，抓个线心儿。咱是不是把这玩意儿往这边？不许吃蒜皮儿！搬走吧。种点东西，你不觉得也像记日记吗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一种日记。那天那月，然后我们自己动手做了一个这个东西，还觉得生活那个氛围感更足一些。今天这期有点焦头烂额的，不知道为啥。有点，没事儿。不是，我自己也挺快的，你们跟这儿就有点耽误了。也耽误你了是吧？不是，不耽误，就是你们跟这儿着急，我就觉得挺着急的，然后我自己啊，那咱紧看电视吧。那俺们可看电视了，你们看电视也行，毛毛。哎，你不用管我，我一会儿我就整出来了。谢谢哥。哎呀，谢谢师哥。哎呀，哎，我前两天我看一个那个视频，我觉得挺吓人。其实那个我就滑雪夸夸翻，多吓人呢！你们滑雪吗？我不会。哎，叫咱仨的，咱仨的，啥也不会。我就滑过一回。然后5米就劈叉。孟哥也会滑雪吧？会啊，那肯定啥都行。你咋啥都会呢？我爸我妈原来是滑雪教练，这么厉害？嗯，他上那个滑雪场给人培训小孩去，这么厉害？把刘星给整去，你看他咋的了？他现在有点犯虎，别往上上啊！来上我这儿来，我不喜欢你来。裙子要开线，你正开线。哎呀，这小衣服，真的，我就有的时候想看他终极目的到底是要干啥，就是一直在，他好像是舔你脸，处在一个，你这，他就非得亲着你嘴不可，我家狗也是，就是奔着你嘴来，你必须舔你一下，完了开线了，挣开了，哎呀。开了吗？哦，肚皮那儿开了。它不咬你。咋的？到了。我看一眼。哎，这是查干湖东补吗？你说多好坐这马车。那个咋那样式儿的呢？湖的。我夏天的时候去过查干湖。我想去。弥漫在冰面上，想我爸了。厚重的衣服使简单的动作变得异常迟缓。哎呀，还挺有意思的，转的。啊，我可想去了。惊人的一幕开始了，渔网在透明的冰面下缓缓地移动。我这么一看啊，咱东北这真挺神秘一个地方啊。就搁这电视里一看，感觉这个地方这么神秘的。这是南方人一看，这干啥呢？这冬天这么多人在干什么？完成全鱼宴上的14道菜，穷尽了他的全部手艺。孟哥，我想吃鱼。完了，孟哥一会儿拿刀飞我了。你还想吃啥？铁锅炖。我那天发现那个铁锅炖已经发展成啥样了？它一个桌有3个锅。我家就3个锅。完了可以转。你刚发现吗？我家里就有。你家里有3个锅？我妈在农村那小房就有3口大锅能转。哎呀，我自己家就有。这家有这个也太奇怪。完，这锅排骨，这锅鸡，这锅鱼，你就转吧，老香了。那就点击一下外汇。哎，
这是古代传下来的，那不能唱。那你瞅，揣钱了。过年了，过年好啊，多好。就是我不知道，可能咱是东北人，我就觉得一到冬天，就是一下雪，你就感觉，就前两天北京下那雪嘛，然后你往鼻子里吸那个干的那个劲儿，对，我就感觉过年了。对，我就感觉哎，过年的气息。哎呀，就那个冷味儿，冷是有味儿的。对对。对，你一吸鼻子里，那就是家的味道。对，就是儿时的记忆。我就有时候是从南方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，寒假的时候一下火车完了。嗯，就说哎呦，冷味儿，就很很亲切的，对，就很清澈。它那里边啥都没有。你还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味儿，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感受。其实，冷是有味道的，真的有。可想家了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可好几盆了已经。好吃，我不一直搁这吃的吗？多好吃啊！哎，还行哈。那俩排骨真挺好吃。辛苦了，你们都不喝东西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孟哥。辛苦，感谢孟哥。辛苦，辛苦。还人自己提的，你说咋？孟哥自己提。辛苦孟哥，辛苦。辛苦了。我辛苦了，我自己。就是孟哥一说完这话的时候，说：“哎呦，孟哥辛苦了。”人家话说的有水。嗯，辛苦了大家。嗯。多整点那肉串。我刚想说，我说你为了这顿饭，是不是应该把那不不腰腰缝给放开了就？不行不行，够不？够了够了，不够吧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就是我们德云社规矩，一拿得拿双数，差一个。哎呦，坏了，我有点不懂规矩了。嗯，七十有吗？没有，他就想给你多拿一个。哎，但是确实有很多规矩。对，有很多规矩，就是没大没小。然后就开一种师哥的玩笑、师叔的玩笑、师傅的玩笑，在后台开就会让人很反感。嗯，而且我们的规矩你没发现吗，哥？没有正面说的，我们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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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规矩？没有，都是大家其实相处模式之后突然总结出来，发现大家才不能干什么干什么。你也不能说是潜规则。是的，大林曾经说过，是你说有多难吗？没有，只有不守规矩的人才觉得规矩难。哦，不是，我就觉得这是很正常的，每个人家里还有一些规矩呢。对呀、啊，我从小我吃饭要吧唧嘴，我妈就说我。你看我师傅教我们的，就从底下搓，这叫抬轿。抬轿子，叫抬轿，这不行。你比如这盘菜，翻菜从底下，从底下插，你是插那儿撩起来，那不行。然后这样夹也不行，这过河也不行，中间有道河。这样要夹啥呀？一个大饼这么夹，搭俩丸子。搭的来，哎哎。给自己成排骨，你不能过河呀你。那你们师兄弟之间怎么相处？不是，可以在另一档节目叫《随身逗笑社》里边。那个对你们来说是台上还是后台算是？就你知道什么时候比较难受吗？你触碰到自己本专业的时候，你会很认真。对，因为他有一个自己的，怎么不能说就是荣耀尊严，或者说的你是干这个，这是你的，等于。你在外面做综艺怎么做都可以，我可以接受任何挑战，但是你说让我说相声的时候，让我要说不好这个事儿，是对一个相声演员最大的侮辱，这是底线。我们平时你说不演出的时候也老见吗？也见不着。你去录节目就是，哎，你聊到这个节目，师兄弟对你有什么寄语啊？感觉我们像一个大四合院，全这屋那屋全都挨着，就你一出门谁都知道似的。睡大棚里的衣服。其实不是那样吗？不是，我们都有家。啊，有家呀。各个队对会经常在一块住，是因为出差的时候，我们一忙起来之后，我们就会，就是他干他的活，我干我的活。我好久都没见着我搭档。为啥呢？因为他俩都有活。没我见贫吧，还行。他有他的活，我有我的活。哎，那你们会有群吗？聊二大群，会闲聊吗？在群里？不，那不敢闲聊。郭老师在的群，大群里没法。大群里只是聊工作。啊，比如说我们队的群，我是队长，所以没有什么威慑力，大家也会在里面闲聊。我还有钓鱼的群，
你养花、种菜、钓鱼，就可能我哥性格就比较户外。你说，说人不能停，停了之后，各个方面都会迅速下降，就很傻，说话都不利索。名字的由来？啥叫名字的由来？艺名吗？可以说吗？可以啊。你讲讲吧。我是因为之前于老师，我一直给于老师当助理，然后呢，于老师家里边事儿呢我也管，就比如说于老师开了个饭店，从装修开始一直到招厨师、招那个服务员，全是我。这个位置呢，其实就是大堂经理，所以给我起名叫孟鹤堂。那我觉得挺好听的。是啊，鹤堂，鹤堂，就是贼好听，极其的文艺。你得走了是吧？哦，好，走了，拜拜吧，孟哥。我一会儿要赶飞机，我要不赶飞机的话，我给你们多做几个。够了，够吃了，这都没吃了呢。明天来的嘉宾都够吃了、啊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都够吃了。别做新的了，浪费。就吃剩的。行，放心吧，一定吃剩的。嗯，肯定吃剩的。哎，别忘了给那个花盆子里边浇浇水。好好，他得几天一浇，拿手摸一下，干了就浇。哦，对，我们跟孟哥把照片拍了吧。就这么的呗。对。哎呀妈的，躲的个靠后啊！这家伙一站就全往后猫啊！还挺有压力，我这照片上只有他一个人啊。是不是干过这种事儿啊？我都快笑岔了。呀呀，没一直背表情。啊，好，走吧，孟哥，走了，别耽误飞机。哪天给你做大肘子吃，老香了。酸菜白肉耐不耐？我记得来的时候可啰嗦了，我说的这么轻。走吧，那是大力千里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哥，祝你准点起飞啊！好，谢谢。哎，我这张最好看，我得放在明显的位置，是吧？啊，我发现了，现在是谁是嘉宾，谁搁怼前头来着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看你这个就是头发就不适合你，对，还是得扎起来。嗯，那样显得挺知性。别说了，走吧。我之前看过一个调查哈，说冬天两个人就是单身哈，冬天更想找伴侣的欲望会更强。你知道为啥？我跟你讲，我前两天我们组里那酒店吧，没有暖气，跟地窖似的，咱农村的地窖，你知道能纯白的那个。我没有办法啊，我就拿那个热水瓶，再加上暖贴，放在我睡的那个地方先捂着。但凡你一翻身，就能冻醒。凉的。这时候你就想，这要还有一个人睡，他是不是就冻不醒？哎呦我天！那个时候你肯定很渴望，有一个对象。跟我唠说冬天，说如果赶上冬天再分手就更凄凉。一夏天对你能干的事挺多，出去玩干啥的，就冬天可能相对大家都不爱出门，就搁家憋吧唧。而且节日还多。对。哎。而且都是那种很温馨的节日，对，过年、情人节，反正就气儿不好，真遭罪。就北京给气儿之前那几天，我都有点都洗不动澡，就不想洗，真的洗不住。我在南方时候都快死了，那个不也是空调快？然后我有个细长条电褥子，我就每天都在一个电褥子上。然后你天天就这一条，完了看电视都这么看，然后腿放前面，尽可能把所有东西都拿到这儿。我就觉得真的是南方人比咱们抗冻。咱太要求太高，咱要求冬天屋里必须得能吃冰棍儿，就屋里太冷就不行。有时候光膀都热了。我这一年我录了，宝哥、小宝哥他们的团综，录了麻花的团综。我真觉得啊，有个单位真不错，是就很快乐，就是一群人每天在一起创作的感觉，就不觉得总是在单打独斗，你总觉得身后会有就是一堆自己的一个。同事也好，或者是师兄弟也好，就这种感觉，就是大家肯定还有一个，就是我老说出去之后见更多的世面，或者接触更多的不同的工作环境，吸收过来。因为我们是说相声的，我们需要的东西特别杂，就是你根据你的眼界，根据你的成长或者周围的朋友带给你的一些新奇的事儿，然后再回剧场说，我说那个相声会比较生动。嗯，你说脱口秀不也是吗？要这样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而且我真的觉得你一定要去多认识一些跟你生活习惯不一样的朋友，对吧？他的爱好。你根本就想象不到你有一天会干这个事儿。但今天如果是就咱仨，咱也整不成这个，
那就因为孟哥他有热情，然后他愿意整，他会整完，他带着咱仨，咱仨还能感受到这里面的美好了。你还是多认识一些不太一样的朋友，生活节奏不一样的。对，比如说你去下次带咱钓钓鱼啊，你可能咱就能体会到钓鱼的快乐。一个人你很难去发掘这个世界上没有被开垦的地方，但是如果你有朋友，他带着你，他走过的，他带你看一看，你就会多发现一些。我好饿，元宝那个零食，草莓干应该行吧？你尝一个。带了些什么呀？这个是送你的。这个稍微有点火。哎，你整个人都在发抖，反了吧？就是这样的，那么大能喊。我记得我学生有一段时间跟小 S 共同沉迷，同样是那个言情小说，外国的，什么？那挺洋气的。前两年那个香蜜，就我就从晚上九点多看到隔天早上七点。你不用烦了，来一起来追剧吧。怎么会走上这条路呀？我很喜欢跳舞，要不要一起来跳跳跳？好，来吧。来，还雾吗？感觉怎么样，弟弟妹妹们？感觉手忙脚乱。感觉对，就是非常的慌乱。我们再来跳一次吧。不用，看电视吧。可以。其实每次愚人节我都会骗我妈。对、你也会骗我，好不好？我还记得有一次的愚人节，她说：“刘汉雅，你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我哪有啊？”我说：“我真的没有啊。”后来就说他吓我，就是你说今天是愚人节，一定要吵一顿架吗？上百度百科看短视频，快速了解节目信息。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，记录一生乐趣。没有接受到这个讯息吗？毛老师，我要在这个节目里成长成一位厨艺大师，厨神李雪琴。哎呀，炒的真好，雪琴，你看，日子呀过起来了就。吃饭吧。因为我第一次主持校园的时候，那个也是让我永生难忘。那个灯光一亮，我一切准备的词我就忘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干了非常蠢的事。那个视频号，非常的好，是非常的有趣味性，然后有创意。那我相信大家也会非常的喜欢，是吧？因为它非常幽默，甚至会比正片还好看。是的。